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啦。今日翻翻嚟日版呢边抽卡，咁抽咩卡？大家都应该好清楚啦。因为我上一条片咧系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嗰啲奖券啊。咁抽完奖券嘅时候，都同大家讲，我下一条片密切留意，就系呢条片咧就系会抽最新嘅卡机嘅。咁就系会抽呢一个合体咗嘅炸马斯，咁同埋我之前抽极都抽唔到嘅男神比古洛啊。咁我一直都好想抽嘅上一次。咁啊，都用咗好多心机时间，所有嘢加加埋埋都系抽唔到，咁啊冇办法啦。咁唯有寄望今次可以完成我心愿啦。咁至于主角之一嘅杜拉格斯咧，咁就喺我心里边嘅感觉上就唔够嗰只男神咁想要咯。其实好啦，咁啊废话少说，我哋睇睇啲咩角色先啊。今次是一个限定的抽卡来的，今次这一张的第一张呢就是知属性的未来篇的杜拉格斯啦。他的看先，他的队长技呢就是超属性。超属性就是，因为其实呢你可以这么当他超属性就是正义那边啦。是啦，咁所以超属性呢就係佢所有嘅系列呢都係可以 HP 同埋攻击力防御力可以有 60% up 啦。咁另外呢佢嗰个被动技能睇唔到，哇，飞得好快。首先力气玉即係力气珠，同埋就可以变做知气珠啊，哎唔知啦，唔好理啦，费事嘥大家时间。下一张下一张就係合体咗嘅炸马斯。咁呢一隻呢佢呢个就係极属性啦，即系所有邪恶系嗰啲咧，就系攻击力啦、HP 啦、防御力都有 60% up 嘅，咦，去到 60% 啫，咁睇嚟其实佢未推到去70同80，咁即系留待将来会有啲卡系会出到极属性，系去到我哋呢啲叫三维啊，咁啊系 HP、攻击力、防御力啊，咁啊佢依家系去到 60% 嘅啫，咁啊将来应该有待去到70同80咁样样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再下一个嘅卡咧，就系我啊，我呢张好想要好耐。虽然佢加嘅嘢好似唔系咁多，咁话晒唔知啊，咁我真系非常之中意啦。讲完嘅啦，其实咁呢一个都唔使简介啦，因为上一次其实大家之前都应该知道咗噶啦。好啦，我哋下一张咁呢啲都唔讲啦，呢啲哇全部都系唔同形态、唔同时代啊，同埋唔同属性嘅杜拉格斯啊，简直呢个系杜拉格斯词嚟嘅。OK， 冇得进啦。好啦，翻翻出去先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嚟啦。究竟我今次咧系抽几多抽咧？咁我自己大概预我唔会抽晒嘅，唔好以为我谂住今次系咁抽到尽、抽晒为止，唔会噶啦，其实。因为其实不是咁值得，之前嗰只男神抽不到我都是咁过活啦，系咪先？咁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抌咁多落去，咁啊始终留翻啲石嚟去将来睇下有啲咩新嘅嘢或者点样用啦。好啦，今次我预计可能是30抽内啦，中啊中，唔中都唔追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第一个十年抽嚟啦。好啦，咁啊8888咁有一只系 SR 或以上嘅 ，OK， 好，咁啊用50石十年抽 ，Go。好紧张啊，因为好多朋友都抽到好好嘅成绩，同埋一定係有 SSR 喺佢哋嚟讲啊，就唔係一定有一张 SSR 或以上，係佢哋基本上抽亲都一定有张 SSR 嘅，咁所以其实哇好大压力啊。咁当然啦，作为观众嘅你哋梗係想睇我点样食白果啦，係咪先 ？OK， 呢一张唔係你无限 R 嘅，好似係啦，再下一张。呢张咩波啊？杀波啊，系咪啊？唔记得咗，都系 R 嘅。之后咧，唔犯，又系 R。哇！再下张16号，又系 R。哇！好惊、啊，再落 SR 嘅呢只啦。哇！呢只已经其实满咗记啦。好啦，再下一张比达。SR 死啦！再下魔童，SR 啊，好啦，差唔多最后一张啦，龟仙人，哇！第一个十年抽好似好咩喎？系啦，应该依张先系最后一张，死啦，冇路，哇！喺全部点讲呢？佢又唔係真係全部 out 嘅，好啦，咁我就冇計啦。
好，咁我就跟翻我之前抽开嗰个情况啦，咁我又出翻去出边再抽个先。咁啊，上边用回复时间嚟当住先啦。我之前都追咁样玩噶嘛，咁啊去到嗱，而家仲有十秒啦，九啦，八啦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咦，我读错咗。我读错咗位置喎，哎呀 ，my god 啊，争咗成五秒，争咗成五秒，咁应该系会出到啲咩嘢咧咁样？点算呢？已经系第二个嘅十连抽啦，即系而家已经进行紧系第十一只啦。杜拉格斯啊，好，我哋下一只 ，Bobo。其实呢不需要一定要俾只男神俾我嘅，咁其实你可以俾其他啲 SSR 我冇嗰啲都开心。同埋呢，咦，哇正喎、啊！我一直都好想要呢只啊！哇 ，yes！ 呢一只力属性嘅、普通自己就咁嘅扎马斯，我好想要好耐噶啦。因为呢一只咧，佢有得回血啊，喺力属性嚟讲正。哎，咁我觉得又唔同咁讲法啦。而家我觉得正啊，终于可以。要到一隻真的自己想要的东西了，给一隻男神我 OK 的了。好了，我们再下一隻。哎，哇，又中了你啊，中了合体了啊，哇，正啊正啊正啊。哎，又你，为什么今次会出爆的呢？刚才那张没有的。你可不可以给第二隻我呢？我紧张过头啊，你一次过给两隻我吃不消。合体你已经合了了嘛，两隻。含唔到嘅，等下先，死啦！我语无伦次啦，已经太过紧张啦。不过真系正喎、第二只头先速属性嗰只合咗体嘅扎马斯咧，就当然系今次系限定之一啦。咁我梗系觉得系正嘅。咁但系之前嗰只普通版嘅力属性咧，呢一只，哇！呢一只正。咦？头先原来前五秒都 OK 嘅。好，咁我再锁埋其中一只先。哇！掂啊掂啊掂啊！好啦，咁我又吹一阵水先呢度，因为我想等够上边又系，虽然回复个时间咧，其实我唔知道回复时间同我之前嗰种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嘅片咧，其实我有个其实系可能系撞彩嘅咋吓，咁我有一个方法就比较容易中 SSR 啦，咁咁啱条片咧就次次都中咗啦。咁我哋而家冇嗰个正式嗰个卡池嘅倒数啊，咁所以我就借用回复上面嗰个回复时间啦。咁究竟回复时间系咪都系跟一个 server 上面嘅时间，系定还是跟我哋嘅机嘅咧？就唔知啦。咁是但啦，当一个参考啦。咁我如果大家未睇嘅话咧，可以睇睇啦。咁如果睇咗嘅话咧，咁是但啦，可能系有咁巧嘅啫。啱啱好，早知头先我第一抽我就咁做啦，唔使咁大镬啦。好啦，今次我真系答正你啦！嗱，而家四秒，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好啦，今次答到正，可能系衰嘅，系头先 delay 咗五秒，可能先 OK 嘅啫。咦，其实点解我仲要抽第？系我抽三读抽啊，系差啲唔记得咗添。系啦，咁我就话上面嗰个已经答正零秒，代唔代表系等同于我之前嗰种计法咧？系系咪跟到 server 上面嘅时间，定系手机上面嘅时间咧？咁样咁真系唔知啦，呢个。死啦！搞到如果我依抽咧，抽唔到咧，我可能抽多一抽，因为我真系好想要只男神嘅比古罗。好啦，我哋再去。好啦，抽多一抽啦。如果真系抽唔到，即系我今次系四十连抽啦。其实预计其实真系三十就算噶啦。咁始终唔系我就唔系我噶啦。咁啊，抽到头先嗰只力属性嘅普通版嘅扎马斯咧，其实我已经好开心噶啦。好啦，再去边张饭？咦，睇嚟好似真系争五秒。咁我阵间抽嗰个咧，我试下真系用翻我头先咁戆居居苦碌啊，争五秒嘅时间啦，睇下会唔会有冇啲即系巧妙喺度啦。系咯，呢好似真系好麻麻地嘅。好啦，再下一张肥佬，冇乜特别嘢。好，再去有冇咧？哦，冇啦，飞你啦，应该都系埋尾第十只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又系头先咁上下啦，咁啊，普普通通。好，我出翻去先。
头先系咩啊？五十五秒嘅，我记得系 delay 咗五十秒嘅，都唔正啊嘛，都唔正。我哋试下啦，嗱，而家我哋仲有十九秒吹下水先啦，咁啊十九秒、十七秒、十六秒啦，咁我哋究竟可唔可以系用到我啱啱试到嘅时间，就系、是叫做咩啊？五十五秒咯，即系剩余五十五秒。好啦，我而家要准备下啦。睇先，咁啊，二一啦，跟住五啊九、五啊八、五啊七、五啊六、五啊五，好啦，头先五啊五嘅，系啦，我记得头先五啊五嘅，好似系啊，真系要睇 replay 先知啊。咁究竟今次五啊五秒会唔会有好嘢咧？嗱，最后今次嘅十连抽噶啦，唔再抽噶啦，中啊中，唔中啊算啦，费事嘥晒太多石啦，咁系唔值得嘅，因为我已经抽到一只扎马斯，其实应该要好开心噶啦。好啦，第一隻就係孫悟飯啦，青年期嘅，再落餃子。好啦，再去阿 baby 啊，阿小子啊，跟住再去悟飯。好，再去，好，跟住再去。依个系第几啊？第几宇宙呢、這个？依冇写喎呢个。依、這个就系咪第七宇宙？我记错。哎呀，死啦！睇嚟应该都真系麻麻地啦。即系男神应该都系唔关我事噶啦，又系。咁我又唯有下一次啦，要唔好再追啦。再追就即系濑嘢。好啦，无限系你啦。好，再去先。咦，中呢张，呢张好似有噶咯喎，呢张超级杀人二嘅孙悟空，唔系孙悟饭啊，孙悟空添，讲错咗，冇咯，完啦，咁啊，五十五秒系中到一张 SSR 咯，五十五秒中咗张 SSR， 不如我哋再试多次，好衰啊，我哋再试试究竟系咪五十五秒咧？我想 confirm 下，即系我系嗱，我而家系其实系一个即系为大家服务，为大家去做测试啊吓！我哋想试一试五十五秒今次嘅卡池系咪对五十五秒有啲影响咧？八七六五 ，OK 嗱，我有五十五秒啊，真系最后一次啦。咁究竟系咪会有啲帮助大家？系咪可以喺五十五秒抽到至少一张 SSR 咧？咁样嗱，我几大牺牲咧，咁所以大家记得 subscribe 即系大家记得订阅我啦。同埋 like 條片啦，我已經係即係嘥咗張嘥咗十粒石嚟，十粒龍石嚟幫大家去做呢個測試，咁其實可能係唔中嘅。好，我哋繼續去先。哇，咁多人做人啊！好啦，再去。欸，真係又中嗰張 SSR 喎！喂，大家明啦，知啦，五十五秒啊！今次嘅 keyword 關鍵位係五十五秒啊！是五十五秒，咁究竟？但系当然可能大家会问，喂，你嘅五十五秒系点啊？咁我想讲话，我喺香港咯，咁我香港时间嘅五十五秒，咁大家可能自己要吞翻个时差啦，就系咁啦。咁我中咗张 SSR 咯，咁就冇啦。咁睇嚟应该个运气用晒噶啦，应该冇第二张噶啦。喇叭，好，再去，好，龟仙人，你应该埋尾啦。好啦，算啦。抽到我要抽嘅嘢，真系中意嘅。咁跟住咧，再加上就系、是中到系啦，中到呢样嘢啦，同埋可以提供得到今次嘅 keyword 嘅关键俾大家。咁但究竟系 reboot 咗 server 仲有冇呢个 keyword 咧，就唔知啦。系、我条片出唔系即刻出噶，唔好意思啊，大家条片咧，我而家拍嘅时间同出片嘅时间咧就唔系即日嘅。咁所以可能我出片嘅时间咧就已经再唔系五十五秒啦，咁啊有待大家再自己再研究一下啦。咁好啦，咁啊今次抽卡五十连抽啊，真系五十连抽啊，咁我已经系搞掂晒啦，搞掂晒系抽到一张好嘢，自己中意嘅，咁啊一张系今次限定嘅，算系咪叫大嘢噶啦？即系嗰只合体咗嘅扎马斯啦。咁啊一直都系抽唔到，我要嘅男神比古洛，可能我系极属性嗰边咯。我唔系超属性嗰边咯，即系我唔系正义，我一直都系邪恶咯，所以我系抽唔到正义嘢嘅。咁好啦，呢条片暂时到此为止啊，真系，唉，真系冇晒气力啊。咁啊，冇咗二百五十粒石啦，冇咗嗰个，不算啦，抽卡嘅嘢就系咁样样噶啦，未必一定系你中嘅。
最紧大家开心嘅啫，同埋试到个 keyword 出嚟啦。今次咧呢条片出咧就系55秒啦，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。咁啊唔紧要，咁我下次有机会咧再试下努力去抽下只男神比古洛，始终有一日可能可以得到佢嘅。始终呢一个游戏嘅好玩之处就系、你唔知几时可以得到呢一只咁嘅卡。好啦，咁啊记得下边按个 like， 咁啊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即系订阅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 like 我 Facebook 嘅 fan page， 同埋 follow 我 IG、Instagram 嘅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下面按个 like 或者订阅我 IP channel 的频道。